走。好，这边超越一个，对，超越骑着 old bike 风刃自己骑。哇，还有一大段哦，你可以看到亚杰斯里鲁夫，那这边是赫密，好，这边又有朔月，已经超前了。对，主要是耀月太阳神的选手在第五跟第六名呢。哇，这边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春朔月，朔月怎么冲到那边去了？对，这我觉得它是一个。已经没有关系了，通过终点。朔月故意让我们紧张一下。又天是怎样？又紧张一下。哇，朔月这一招是怎样？哇，直接。